台铭的这个咖啡之约到底约好了吗？其实哦，那些幕僚有在接触了，因为要谈什么也还都还没确定，而且还一点呢、啊，总是要有一些有初步的结论才比较好谈嘛，至少要谈论什么要清楚了，所以不急的，这种重要的事情不会一下子就做好的。所以下周是时间是对的吗？那其实有在幕僚先让幕僚先动嘛，先让他们去先做一些初步的作业。那这样蓝白合有机会吗？我跟你讲哦，常常这样嘛，不急嘛，就慢慢就。我认为的哦，其实最后决定的还是人民的。常常是哦，我觉得我还是相信台湾人民有智慧的，所以我们常常政治人物哪里是自己在决定做什么，都是人民推着我们走的。郭台铭说他一直在等你的电话。那就不急嘛，这个总是我讲过嘛，人家讨论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现在还没有打算要回拨电话给他。不急了，不急了。